主教一直都是玩 T 六斩的、啊，主教上分超快的。今日の戦場、龍も起きるか。虚構、真実、どちらがお好み？雷龙，自己的 PP 最大值还要减一哦，我靠！啊，怎么都新牌啊？那先找跳费。以此攻击时随机给予一张手牌加二加二，随机把一张抽到自己的牌，如果 PP 最大为十，这张就可以攻击两次，即此攻击两次，无攻击力，进化时再带锋锐的创造物。好，对，谁又在发奇怪的东西了啦？哎，你怎么又回来啦，实验体？本願じゃなきゃわかる。大道エイジ。大道エイジ。继续跳费。我不管。大道エイジ。龙之卵是以前那个龙之卵吗？啊！你玩你的，我不管了。高くつくぞ。目を上げたか？いいえ、止まるな。あらあら。啊，刚刚该创造物先杀个猪了。对哦，应该先杀个猪比较好。啊！这张龙又怎么回事啊？给予其他虫者全场八点伤害，让自己回合结束时，如果有虫者就打 X 点伤害，如果没有虫者就会把伤害给予主战者 ，X 回合五减去自己的虫者的数值的效果，无法累积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反正八费打他就对了。那你先三二二，然后八费打这斜刺之龙。完全明白。这边哈，就是两张蜥蜴，先给它下去了。いつかお前とあの空へ。今が好機。啊，两张大鸟鸟打好。八费八十，进化十十二 ，Oh my god， 跟鬼一样。全场打八，直接结场。追忆什么都降费了。卡鲁卡鲁会降费啊！来了，邪智之龙登场，全场炸发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叠加效果，
打是我强。神への忠誠、我に示せ。下一回合是不是船长直接带走了、啊？好像船长，船长龙骑士带走了吧？船长这个龙打多少、啊？风暴巨龙疾驰，啊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他就是走了、啊，除非他这里回血了。他斩不了我啊，怎么斩？我不是死，我下一回合就死了。罪人两张，应该打十五吧？我觉得斩不了我啊。打死啊、哦！哎的拍谁啊？哼，好歹我也是龙族之王啊！我的帮大忙了，可是有一百多等的、啊。我知道了，关键就是这一张斜刺之龙，但我觉得跳废的牌没有很多，不知道是不是我少了哪几张。后面两张八玉加金花会死，不会吧？他两张八玉加金花，他也不够，不是吗？小跳飞可以三连跳，奇美拉牌组，奇美拉牌组我记得那一个时期算强的，是那一个时期最强的最强的法师牌吧。基本上奇美拉打什么都能苟住啊，苟到后面就是一波斩，竟然还会带一张不知道什么玩意儿，点一下头就爆了。啊、哦，没有啦，最后两张乌拉诺斯啦。他就是自己一直抽牌，抽一抽，然后最后两张乌拉诺斯，哎、欸。是护符还是回复呢？护符。跳我的，我这一套有巴哈吗？我没有。这一套好像就靠疾驰在打，再会接宝宝。屠龙一闪，啊，管他，蜥蜴先打了。这也不知打哪，不然扔下，都扔下去打一打。这都是自闭牌吗？我这个是打头牌吧。那个斜刺之龙再不出来，歹劫就打掉了。靠近。次の獲物。
哎呦，龙之恩泽 ，Oh my god！ 阿奥尼萨，斯巴拉西亚。高くつくぞ。おひねりどうや。我的十费牌是什么啊？应该这个会放一张十费打头的那个吧。无尽焰龙，他点了，他也不用点了，他护符准备架起来了。对，还在阿斯托尔福雷电鸟，还列白骨嘞，哎，白骨跑去哪里了？啊，原来这个浴火是要拿来，是可以拿来抽牌的。这也就是先暴揍一顿嘛。那他这种二二也太烂了吧？虽然有必杀，一堆二二啊！解怪牌，这东西是来解怪的、喔。哎，没差、啊，打头了，他快死了，他扛不了多久了。打三不补自己三哦，好狠哦！卡克，次の獲物。我が身は至高、永遠の輝き。炸光了。他为什么刚不回3D 啊？他回3D 好像还好一点。来啊，这个什么恐龙来啊，恐龙来啊！疾驰冲啊！进化打头疾驰。次は血風渦巻く戦場で。再玩一场，准备换巫师。龙族哦，嗯，疾驰龙，其实还没看完他全部的牌。跳费就两张，这张巴力是什么啊哥啊？也是龙族的。复仇者。小の戦場、龍も起きるか。お前の性能を見せてみろ。透手啊！原来还有静雅啊！没退啊，这东西没退哦、啊。放掉一张。痛いし怖い。
上空的力量。这个雷龙的击咒到底谁要用啊？雷龙的击咒看起来太烂。OK， 这边完全不知道要打什么，打一个屠龙一闪。他这机械的、啊，屠龙一闪绿牌了啊！不急啊，下蛋不急。勝利、僕を証明する。二三人偶下来了。遅い。起動します。机械都来了，先跳费吧。高くつくぞ。俺とこいつの筒が冒険はこうでなきゃ。嗓子有一点惨。冒険はこうでなきゃ。那等进牙之后，应该一切又会好转起来。对面要撞，对面要撞也没那么快啊！他等下还要下那个机器人。这边机器死的也还不够多啊，哎呦，要打我的头呢。見切れない。クルーも大募集。教団もアームで、教団もアームで。你的场很漂亮，但我有禁牙。今が好機。自分をはまれる恐怖。僕だって誰かの希望に。ダイト。ロック。真的可以考虑补个蛋吧，屠龙一闪加补个蛋。不然就再来一张禁牙。停止します。みんな、ごめん。起動します。やばね。这也是要打雷龙的本体了，是不是？他好像在叫我打这个雷龙的本体耶。好烂，这个雷龙看起来真好烂。OK， 这个雷龙不知道什么啊，哥哎，看起来超烂的。完了啦，要死啦！天を廃せ。啊！被他吃一下啦，我要死啦！神への忠誠。彼に示せ。死ら。治癒システム起動。哦，睿智之龙。使った。
太神啦，我死喽！刀。神への忠誠。我に示す。欲望こそが集めよう。完全明白。雷龙就是个垃圾。这一套我觉得只要把雷龙换掉，换其他一些可以补血或及时的就强。这一套土印巫师。我怎么知道他禁牙没有三张？正常来说就有三张哦。哈哈哈！刀鳴らしを始めるかの。いざ出航！这一套什么花哥啊？李维啊，李维你又回来了。这一套是打那个李维火焰杀是不是？土法哎、欸，完了，我不太会土法、欸。管他，先打。土法自从改成那个蓄积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玩过了。束缚的术士。以前他是土片的时候，我还会玩的。后来他改版，我就再也没有碰过了。如果蓄积消耗已经为7以上，就会使所有从者攻击力、生命值全部 double。那核心是谁？核心应该是一张即时牌吧。啊！快搞完了！嗯哼，好 BGM。什么完了？谁完了？这首不错啊。我现在不知道我要打什么欸。土蜜回血，这怎么感觉很像狗烂的、啊？土之秘术抽一张牌，土之秘术就是花掉一点蓄积嘛。召唤守护者巨象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我可能又不太知道要吃谁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管他，先吃这个小朋友，然后你下去，然后你管他进化。然后这个蛙哥可以召唤什么救急泥城巨象，进化时给予自己的泥城巨象进场之后，就会进化成救急泥城巨象。OK， 浩大召唤要打，感谢感谢董内。
啊，这是副歌曲的主题曲哦，挺不错的、啊。帝王巨像，完全不知道怎么打、欸，浩大召唤先打好了。现在我的巨像都是超级巨像哎、欸，从22变55哎、欸，通通都是肥宅、欸。为什么要弹回来啦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用这个巨像一直耗他哦。我明白了。这浩大召唤看起来只要打一次就好了。这是用肥宅大军，然后压制敌人哦。虽然等等会被他消失。这个巨像应该是不会打他的本体下去吧？看起来，创世之龙，创世之龙还有几尺哎、欸？随机抽一张牌上来，把他的巨像先打嘛。然后吃谁？这水晶的魔女是有用的吗？然后再上去。然后我也不知道进化点要干嘛呀，要不然先扣着。啊，这东西免费进化，啊，早说。我知道啊，这里帝王巨像准备下去了啊。哦，刚刚要是进化就不会被他炸掉了，哭啊，好亏哦。完蛋了啦，头要裂开啦。哦，头要裂开了，头要裂开了。我看一下这个检视啊，这个，那、这个啊，管他了，帝王巨像，该拼喽！怎么有人磨免啊？这个还蛮强的哦，这套再熟悉一点，我觉得可以。这套改一改就可以自己玩了，看起来蛮好玩的。但我死了。嗯，这套我觉得稍作修改，换成一些自己喜欢的牌就好了。
土法看起来蛮强的。大肥宅只给两张，大肥宅多放一点吧，然后看那些低费的土印看有什么吧。遇到龙族，这遇到龙族会怎样吗？感觉不会怎么样吧。可以回五滴狗柱啊。扩展的魔法是吗？哦，拿来花土之秘术的。天体术士召唤光星望远镜，天体术士先打吧。它是望远镜，然后可以再加一的那个吗？哦，好像应该先吃小朋友，对哦，忘记吃。OK 啊，被打死了。先吃一张小朋友。这里是打望远镜吗？看一下，望远镜是图片嘛？阿杰最近想找毛学扑克，请问报你的名字会有优惠吗？那肯定哦，优惠很大。毛也是要给我一点面子的。离场时抽一张卡片，那个有一张什么会回5D的，跑去哪里啊？刚有吃吗？有啊，每个回合都一直吃啊。这群青的魔女也是拿来吃的吧？啊，这样的小朋友投胎了。我看一下，这边啊。与死魔的契约，与死魔的契约，然后打这个嘛，然后打这个会长嘛。啊，会长进化、啊，好，先这样吧。蓄积期再打进帝王，等一下，不急哦。我先想想要怎么把这个蓄积花掉。
但你要叫创世龙嘞，感觉不太对劲哎，好像不能叫创世龙哎。先打水晶的魔女吗？啊，水晶的魔女是全将哦，随机两张，哦，先挖个黑暗奇美啦，水晶魔女看起来没有很厉害耶。不行欸，这个救急泥城巨像不先打好像不太对劲欸，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劲。我觉得怪怪的。我真的觉得怪怪的。这里我是觉得哪里怪怪的，但我也有点说不上来了。大概是打水星魔女吧。然后零费帝王巨像吧，我看一下啊、喔。啊，零费帝王巨像，好，完全明白了。啊，怎么没有打他头？为什么巨像没有打他头？有吗？啊，我知道啦，浩大的魔法一定要先打，不是这浩大的魔法太重要了。浩大的魔法，然后最后再用这个巨像斩杀啦。这一套就是靠这个肥宅的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其他就只是稍微补一点伤害或苟一下的，这个肥宅先凑一下是最重要的。给予一个敌方的从者自己两倍的伤害。进化给予敌人六费，五费进化打九，他怎么五费进化打九？不是这一张是不是？这个大便啦、啊，我先把它丢掉。这是魔女哦，天体术师哦。那一看就大便哦。我看牌的直觉还是很准的。
关心警官魔导师叠起来合体，等等浩大的召唤。啊，不对，好像不能先浩大的召唤了。浩大等进化嘛，那这边就是这个工匠先下来了嘛。为什么不能吃这个啊？工匠先下来，结束啦，这已经赢了。下一位浩大召唤扩展的魔法。Game over。啊，马拉利亚，哪个职业的预设牌组比较有料？目前看起来主教的跟以前一样，然后龙族的还蛮废的，龙族蛮废的，土法的看起来很强。直接李维打久了，不急啦。浩大召唤先来哦。打九斩嘞！哎，早说！啊，为什么又不早说？我这边戳这手肥宅也没什么问题吧？我感觉我戳这一手肥宅，其实只能说这个问题也是不大。七费我会准时死，不可能，他那就不可能让我死。进化土之秘法，红莲的法术扣好，蓄积叠起来。这赶快找出肥宅哦，就赢了。再进一张李维带走，我没差。群青有疾驰，对哦，这东西有疾驰。那这边带走了，也没什么好说了。好啦，斩了啦，斩了啦，你也不用想那么久了啊。另外一张李维什么效果？我看一下。嗯，土之秘法加一张红莲的法术，全场两滴，好，明白。一戳火球吗？啊、不是，这个就是超级老的那个老头、欸，哎，
就是最老的巫师那个两费进化，然后给一张火球，然后巫师每次用完都还会再剩一费，很尴尬。妖精啊，再玩一场巫师啊，我感觉差不多打顺了，准备下面一位了。双帝王，双帝王有点尴尬，留一张好了。哎，帝王如果没有土之秘术打了会有什么效果啊？他会回来吗？真理的术士哦。我觉得我也不需要什么真理的术士啦，反正臭肥仔啦。出来吧，一坨一坨的肥仔。出来吧，一坨一坨的肥仔。这老头有两张哎，刚谁在那边骗？这老头明明就有两张。但这里我感觉事先召唤了，然后图片快用完了，有点尴尬。浩大的召唤，进化。哎，如果场上没有图片的话，它还可以蓄积加一吗？那最好先续好了。哎，决定把水晶的魔女吃掉。下回合爆锤他的头。那是双老头直接斩杀嘞！巨象好像可以省嘞，没图片，图片的人就会来哦。来了，这不就来了？老头！吃，等你再吃啊！我看一下，好像等你再吃也行吗？算了，先吃啊，吃了说不定等你没斩，
我还可以下帝王巨像嘛。哎，那个魔女是拿来当图片用的哦，现在终于知道了。他这一套好像不会补血，大概死了。我要甩法杖了。哼，老头！进化大魔法师李维，太神啊！李维，再玩一场好了。我记得还有一个年轻版的李维。可以炸更多的，不知道他会不会一起回来。我不至于组土法吗？我感觉他的御主牌我可以买起来，然后自己组一套吧。我看一下，我这个警官魔导师很重要，哎，他就是来死的。他就是拿来打击咒的。鸟妖途径，离场时抽取一张卡片。是指用掉土印之后会抽一张，是不是？那老头就是废牌，不是？那老头一看就是后期发力的那种牌啊。管他啦，这个驯魔师先给他下去了、啊。土片五张。他是被吃掉抽卡。哦，他是拿来给诺诺进化用的。结束了，看到五张图片已绝望。等李维敲两倍。李维下去敲两倍，什么怪都得死了，除非魔免了。在场上被叠会抽牌，所以他得是在第一层，是不是？反正拿到了就先用。这样这一局打这样也行。哦，他被变成图片蓄积的时候，他会帮我抽一张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这样下去，然后他变成图片的时候会帮我抽两张吧？啊，抽一张啦。
李维与他的图片补充包，有这个李维真的蛮厉害的哦。这样塞得下去吗 ？OK， 爆掉一张，啊，管他的，爆掉一张算了，我不管，打头。哭啊！刚刚应该先下的。谁说老头是废卡？谁说的？我建议抓出来，抓出来扁。谁敢说老头是废卡？我一直都是最喜欢老头这张卡的。啊，还有人说老头只有一张哎。啊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吸一下好爽啊！来看一下现在什么状况啊？与死魔的召唤，这个猫猫哦，感觉好像是巨象继续打欸，蓄积增加，然后巨象继续打吧。OK， 敲头。敲头啊，肯定敲头啊。这里没什么好说啊，浩大召唤等你先下。图片哦，图片不急啦。这样可以先用巨象海他，这是啥歌？《天国大魔镜》主题曲。这些老人卡，这些老人卡是真的强啊。この幸せは栄誉に勝る。出来吧，伟大的召唤！哇，真的还有创世龙可以撞头，这一套其实已经算完整嘞。我要把的话，我也不太清楚图片哪些厉害啊，可能就是先把李维放满了。啊，那你束缚加大魔法，准备全解了。
就李维在嚣张的时候，这李维真的好用，从来没有落过。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妙的哦。我想一下哦。得接个场。没有银色李维，再当宿主吧。为什么没有速读到啊？OK。靠塞！塞告，哎，这个人就是塞告。束缚竟然还会绑同一只，是什么情况？只能说遇到了赛狗，没有办法。来看下一套，但我觉得土法在这个玉主牌里面算是很强。协作皇，他绑到同一只太奇怪了。有三只，它可以绑到同一只，就不可思议哦。ドロとアイハム基盤あれば，这一套我会啦。基本上哦，就是一二三四照着打。武装龙哎，上面剪影。逃がすかよ！竜の刃一瞬。焦りすぎた。其实我不太知道哪一些牌是指挥官，这些是指挥官哦。武装龙还能跳废的 ，unbelievable！ それでは、諦めない。这他跳废要，他跳废也太掉自己节奏了吧。この力は。これで決めます。夢のような恋でした。那莫妮卡是有用的，是不是？見せてやろう。百戦錬磨の実力は。把他先打上去。参ります。諦めない。
反正进化之后要那个嘛，看下自己进化还是放着等等进化，还是指挥官呢、欸？愚蠢的武装龙啊，你已经死了，还斩提督哦！法路特来了，更不怕。他这里解提督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为什么我的提督没有复活啊？OK， 杀不了他了，尴尬。それでは作戦通りに、私めも合流します。提督没有复活也太扯了吧？憂いも不安も滅しましょう。悲しみを絶ってみせる。负二哎。好，下去再打一张骑士，刚好十。快去，任せてください。有啦，会复活了。お前の肉をね、咀嚼するの。先扛一刀。投入兵力，さあ戦場をかけましょう。怪我もお任せよ。势不可挡，丢一。ただまっすぐに。やばね。不需要懂。終わらせます。この子と一緒なら。ただまっすぐに。势不可挡又不一定可以打到他，靠赛靠赛的。剑龙，ひとかみで。防御模式。力も及ばず。ずっと一緒よ。入场的时候刚好协作十五，会发生什么事啊？勝利のために。黄昏の刃をもっと先へ。目光之刃哦，进化炮击支援。どんな壁も二人で越える。行くよ、ナノ。啊，这个东西是打不死的、欸，哭啊！但该斩的还是得斩啊。好，血量。这边怎么处理？脚都没看到啊，怎么处理？你问我怎么处理，我也只能跟你说，就当没看到。あなたに。
再进一个星爆，伤害不够啊，十二滴。後戻りなど。防御模式。この剣は水。好啊，要现在要这样跟我耗，他以为耗得过我是不是？哼，你还真是猜对了。等我五皇来了，你就知道了。下一回合进五皇，带走。我搏一回合。哎，撑不到下一回合。好，看起来皇家护卫跟之前差别不大。其实我没有看到什么新牌，哪一张是新牌？我看土法满满的都是新牌，怎么我们皇家护卫一张新牌都没有？どうぞお覚悟を。私こそ至高の美。不错的开局。みんなで綺麗にするな。这有没有一一叫骑士那个？开始协作。赤点だって磨けば光る。哎呦，还有学院长啊！才能があれば。炸牌。鍛え直せ。隊長、任せてください。哼，托尼 out。那目光护卫也太强了吧。但我有点想打大炮哎。哇，大炮这个我不知道哎，打大炮好像会亏是不是？哎，不打目光护卫好像有点亏，浪费一费。哇，两张黑百合，六费想斩我。感謝してあげます。还是我昨天直接不动。私の美で天は輝く。真是塞告哎，这个人真的塞告。覚悟はいいですか？夢のような恋でした。
感謝してあげます。100を超え無休の勝利を刻む。かかってこいよ手柄ども。扛不住了扛不住了。逃がすかよ。ゴブリン行くぞ。冷たくされたのよ。行くぞ。おっ死了。感謝してあげます。不会吧，来了吗？啊！幻想了十个。你在玩什么？感じる。私はあなた。全力です。感じる。我有两张黑百合啊。摔告是不是啊？感じる。感じる。全力です。考慮。感じる。今天晒可以连打两张黑百合，真的是晒哦。这个莫妮卡其实没有很好打出去，感觉早点把他打一打，叠一下协作好像比较实在。图片哦，图片很强啊，我觉得图片看起来就很强啊。他图片给的很完整，皇家护卫这一套其实也给的很完整了，只是他刚太顺了。さえずることさえ許しはしないわ。预设好像没有给那个一费的那些骑士哦，所以看起来比较卡一点。就有一个一费骑士，然后死掉之后会抽一张牌的。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封顶吧。見せてやろう。百戦錬磨の実力は。隊長、任せてください。勝利のために鍛え直せ。有欸，原来有啊。这新手封顶赢啊。お任せ。お呼びです。隊長、かけろ。任せてください。嘿嘿，没攒到，你完喽！赤点だって磨けば光る。かけろ。怪我もお任せよ。諦めない。ごめんなさい。悲しみを勝手に解け。后手没单左，哦，你竟然跨赛啊！你是真的完蛋了。我的翅膀，照射火，力も及ばず。哎呦，够米嘎勒啊！那他好像不会完蛋。他等下开始回血。才能があれば。封顶战将。極めを進め。彼方の栄光。進め。勝利かけろ。これで決めます。極限の戦を見せてやる。是不是正常不会进化封顶战将啊？ぬるい。良き道を。知り解け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やるじゃねえか。没事啦，协作已经够啦，现在就等那个莫妮卡进来了，不然就等大炮都行啦。
我会玩皇家吗？略懂啊，虽然不是 Mander， 但至少也是 GM 等级啊。100を超え、無休の勝利を刻む。掲げるは比喩の剣。後戻りなど。我都不会就玩皇家。力を呼ばず。暴いてみせる。僕はみんなを救うんだ。鍛え直すか。这样的话，新牌。それでは作戦通りに。さあ、戦場をかけましょう。逃がすかよ。覚悟はいいですか。憂いも不安も消しましょう。見せてやろう。ただ待ってるの。都上去，都上去。好的，法师必拉穆尼卡的。やります。一瞬。あなたが一只。もういい。無意味。当然の結果です。天胡开局，协作皇看起来也算完整啦。最后来看看妖精精灵吧，这该不会又是上一季那个黑百合那个吧？这上一季那个黑百合还是给一张还是怎样了？予言の果て、私がここに。随机将一张消费最高的从者牌，这一套消费最高的，该不会就是黑百合吧？我怎么抽到 PY 的？不好，一抽就出来了。被冻的呢。妖精たちよ。より広く。之后妖精进场就会有一只是即死的。天才には数で勝つ。頑張ったね。ここでゴールなの。赤き花は限る。その思いに応えよ。青しぐれ。天才には数で勝つ。啊，对了，黑百合妖精，妖精女王的后裔在黑百合吧？看起来应该是这样。なんだ。黑百合。黑百合进化。哇，这特效。听点心，听说这首最近蛮红的。这首歌，我来听一下。
这什么歌？没听过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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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个不红了是不是？我这个场好像走远了。以为来硬炸了。又来一张黑百合欸，他是真的走远欸。ねえ、何して遊ぶの？黒き化身で帰れません。そういうのたまらないです。あだなる種は枯れる。種にも劣る。ありえん。这样女王就会拉出那个妖精死吧。今の私を。啊？为什么？最高只能拉四费，他最高只能拉四费啊！他不是写说拉最高的吗？最高只有到四费啊！哎呀，开始了。啊，不管了，他都是死人一个了。女武神刀下去，给他一拳带走。妖精就跟之前差不多吧，反正没有黑百合来，就是耍废嘛。来了就还能打，没看到新牌啊？新牌是什么？新牌是那个抓黑百合那一张，是不是？夜天へ至るわ、この私。我留下了一点。怎么还有这么赞的 BGM 呢？答え。飞鼠啊！ここまでだ。
ここまでだ。不甲斐ねえ。现在什么牌都尝试，我就把他所有剧组的牌都拿玩玩看啊。我这里右手进黑百合，游戏结束了、欸。告诉你啊，准时来的、啊、这东西。哼，是不是？说来就来。何して遊ぶの？怎么样？爆牌。会爆吗？不会吧。今の私を。来了。虽然说顺序可能有那么一点点错了。爆没爆？感谢小胖，感谢小胖的献唱。我这里留下了一点妖精，才让你知道我玩的是精灵。没爆，没爆啊！刚那样怎么会爆？爆了一张没什么用的啦。管他的，爆就爆了。可以先打妖精，没有那个必要啦，我只能说。我今天这样下，我就是要告诉他，我手上的妖精超级多了。怎么样，阿蛋？我这首妖精有料吧？造身恶魔来啊！有种就造身恶魔啊！啊，造身恶魔啊，没办法。阿蛋那应该不会有了。哼，没有，非常的可怜。妖精的学习。第二张黑百合，哎，也不用急了，还是打了。那会叠吗？那不会叠吧？就不会叠啊！我管他的，我妖精的学习抽牌。卡来了，啊，这张新卡、啊，这张会弹回手上。会死？我这里怎么死？我就想知道我怎么死。那这里咚咚咚，大哥下来，我都不会死。巧妙を解く常闇の駆動。どうして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。
哎，大哥怎么能痛？不算，这好不算，最后一把。哎，大哥原来会死啊？怎么可能啊？真実どちらがお好み？未来的指引。全丢全丢。小红人。妖精登场。不不土法。串烧猎豹。非常好，开局。死なない老いぼれじゃよ。なんだ。現実は。黑百合准时下，游戏结束。这就是有档次的妖精，有档次的精灵。小红人准备登场。哎呦，回血了，回血了。怪怪了。来了，新牌。这样要怎么用啊？看不太出来还要怎么用。目前看不出来还要怎么用。后裔，我乱打，我得再把这个妖精再拿回来。然后女王的后裔等等抽那个吉池，死なない老いぼれじゃよ。息づく霊人。お茶目ですごい魔術師じゃ。哼，老头！看见你的那脚步啊！老头加攻防，
驯服师。どうかのか。ねえ、何して遊ぶの？女王。今の私を。幻想少女。芽生えた思いを力に。妖精。ねえ、何して遊ぶの？幻想少女进化。星のような満ち月やり。我只能说一切都还不是那么的好说。除非他还有一张礼物。真理なのは影の光じゃ。牙の獣、紅蓮の炎。魔術の真理を掴んだぞ。時間嘛、時間差不多啊。どうして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。他也是有点档次的，但我已经知道要换什么牌了。怎么换那个一整组的啊？哦，怎么有这么多的这个啊？先随便换呢。给三张票是不是？土印屋有料。没 R6 了，累了，累了。最近都没休息，有点累啊。回复主教，有料。虽然说牌跟我原本的牌都是一样的，但它大概是有料的。基本上呢，就是我原本的这些牌啦。啊，我们来去看小象了。再会，各位。